大家好，今晚又是我周真源陪你看天气。东北季候风现在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。今早就有一些东风就涉了入来珠江口，跟它相关的云层今天日间是覆盖住香港的。我们下午就没什么阳光了，可以见到各区录得的最高气温分布就是介乎17至到21度之间不等。再转过看看大范围的卫星影像，看到广东沿岸地区这里都是被一些较低的云层所覆盖住的，只不过它是有一些逐渐转薄的迹象。我们预计我们明天的天色是会比较光猛一些的。来到今晚和明天详细的预测，预测就会是大致多云，明天一早一晚是会有一两阵的微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，天气清凉，气温就是介乎16至到19度，风方面就是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，晚间离岸是间中吹强风。再看看一些电脑的预测，见到一道是跟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层，在未来的一两天就会是为华南是带来一些降雨，随着它的远离去到礼拜日，在这一区的天色才是会好转的。最后看看8日预测，我们展望礼拜六有几阵雨，礼拜日渐转天晴和暖，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。咁听日就系立春啦，咁咁啱咧就同人日咧系撞正同一日喎。咁我知道有一啲朋友收咗工之后咧，都仲系会去拜年嘅。咁只不过咧夜晚个天气仍然系比较凉一啲，咁大家记得要攞多件外套啦。嗱，今晚同你睇到呢度，拜拜。